收看本周桃竹新闻，我是刘淑芬。新闻一开始，我们带你到新竹的坚实国小，为了让民众听见原乡孩童的天籁美声，泰雅学堂今年持续与新竹乐力福人社、天意福人社共同主办了2023大霸之声福伦传爱慈善音乐会。而许多社友们相隔一年再次回到坚实国小参加音乐会，发现孩子们明显的成长与茁壮，都觉得非常的开心。这个社会上面努力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泰雅学堂也是其中的一员。那我们今天何其的幸运，有被这么多的人看见。我想这样子的看见也陪着我们今天慢慢一步一脚印的走到了第15年。每一年泰雅学堂都会办一次大型音乐会，不但让孩子们的学习有展现的舞台，也让孩子们彼此可以互相观摩跟学习。更重要的是，也希望邀请所有关心泰雅学堂孩子们的朋友一起来看看孩子们的成长与发展。大爱之声福伦传爱的这个活动呢，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以往我们这个泰雅学堂一直是我们乐力福伦社赞助的对象，那刚好利用这个新春的时候呢，来做一些表演啊，算是给我们赞助者的一些回馈。对福伦社社友们来说，最期待的莫过于看到孩子有明显的成长，看着他们的身子越来越高壮，唱歌的技巧越来越熟练，社友们也觉得付出相当值得。新竹市乐力福伦社创社长赵之宽呼吁民众踊跃慷慨解囊，为孩子注入更多教育资源。我们需要社会上更多善心的人来给我们这个泰雅学堂关注，然后他们有了这些大家的关注，才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也能够影响所有在山上这些比较需要关注的这些小朋友有一个方向跟目标。国际福伦呢一向非常关心弱势，非常关心教育，非常关心我们的小孩子，尤其关心基础识字或者是我们的艺术的传承，一向都非常关心。能够赞助这次我们泰雅学堂那么杰出的原住民已经出国好多次成立十几年的一个泰雅学堂的学童来参加这个音乐会，那我们运用这个第七奖助金来帮助他成长，帮助他宣扬国威。不止台上表演节目精彩，其实台下也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各式原味十足的 DIY 摊位、体验课程以及反毒宣导。不止原住民的好歌喉需要被听见，原住民的文化、反毒教育也都是音乐会的教育重点之一。很开心今天跟乐力福伦社一起来做这个大霸之声福伦传爱这个活动，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呼吁大家来一起帮助这些的泰雅学堂音乐会的所有的师生们。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收到了陈千惠夫人跟林青青夫婿的10万元善款，作为新竹县泰雅族实验教育的基金利用，希望可以帮助泰雅的孩子们出国圆梦。当他们可以踏出国门，就有机会可以让孩子们的天籁美声被更多人所听见。或许有那么一天，泰雅的孩子们都可以在世界各地发光发热。台播新竹高增俊采访报道。好，我们现在镜头中看到的美景是在大溪落羽松大道，是一条位于桃园市大溪区的落羽松热门景点。落羽松大道原本的路名为石原路558巷，由于道路两侧栽种了整齐的落羽松，在季节时刻总是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欣赏。落羽松四季有不同的风情，在每年11月叶子会渐渐变黄，隔年的1月会开始转红，也是观赏落羽松的最佳季节。每年秋冬之际，大溪落羽松大道的落羽松叶会由金黄转为绯红，吸引了许多游客到此体验有浓浓异国情调的自然美景。过去也种在许多地方有种植这个落羽松，那特别是在我们大溪地区哦，那我们大溪的这个落羽松大道以及我们这个最近非常假日期间非常多北部的观光客也来我们这边游玩这个月眉人工湿地这边呢，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全家一起出游，然后到现场去留下美丽的身影的这样子的一个地点。
大溪落羽松大道位置就在大溪往石门水库的方向，过去是在宜兰的隐藏景点，后来慢慢在网络上发酵讨论，也正式命名为落羽松大道。那在附近呢，在我们巴德这边哦，也有一个小李大池，上面有种满了这个落羽松。所以呢，当大家在春节期间想要出门走走，那下午时光非常建议到以上的地点去看看落羽松，并且在全家大小出游的时候可以一起合影。适合这个季节的这个春光，可能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们可以先留下一些比较晚离开的这些秋季影像。然后在春节期间呢，欢迎全家大小在我们桃园的各地能够一起出游，一起来赏识这些美好的风光。两排的落羽松开始转红，由浅绿色逐渐变成黄褐色，最后再转为红干色，成为极浪漫的画面，吸引大批民众前往拍照参观。有兴趣的民众也要把握这一次一月绝佳的欣赏时期。为了让民众对监理业务演进有更多的认识，新竹区监理所以运转百年看见监理风华为主题，展出了客运百年的纪事、驾照的演进，还有车牌的变革，以及新竹监理所的历史记录。新竹监理所管辖桃竹竹苗四个县市，并在民国42年二月设立，掌管大小车辆的监理业务。近期新竹监理所以运转百年看见监理风华为主题，将客运的发展、驾照演进、不同时期车牌号码编码等等变革，透过陈设展让更多民众了解监理业务的发展进程。在辖区境内的百年客运业者的故事，以及我们的路线，还有我们车牌到底是怎么演进的，以及大家手上的驾照一开始就是长这样吗？我们透过一些资料的呈现，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哦，原来这些背后都有很多故事的，这是我们做这个展最重要的目的。早期民众考照是要到监理单位考照，后期才开放驾训班原场地测验，时速加速、路边停车、倒车入库或是 S 型路考，都是让民众记忆深刻。国家的那个监理的考照、机车考照的制度是有所演变的。大家可能有印象，最早期可能是有一点像 Omega 型的，然后呢，后来慢慢演进到 S 型的。那又透过这样的演进，其实都是为了要确保民众在上路的时候能够是安全的。那呢，也许您也有听过，就是当时在我们在考照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所谓的魔王关卡，那个魔王关卡就是 S 型的。那很多人在这一关就因为过不了关，然后就没有办法拿到驾照。所以在我们的展示区呢，我们也有把这一些图样、历程的演变，还有时间点等等呢，我们都有把它做呈现出来。车牌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编码配置，从一开始的国字编码、数字，或是加入监理区域，到现在的前三后四编码，都是见证各个时期的号牌演进。一开始上面还会注明国台两个字，后来呢变成只有国，然后再加上后来呢是数字的编码，有时候还写省，然后呢到最后呢也还有把我们哪一个区监理所管辖的也都会把它摆上去。那这些车牌的演进呢背后都有原因的。现在我们最新的车牌是前三码英文，后四码是数字。那这样的一个编码方式呢，就是让一个车一个牌，然后不要有任何的混淆或重复的状况发生。走过70年岁月的新竹区监理所，将秉持安全、效率、专业、创新的核心价值，提供有温度的服务，来迎接下一个70年。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为了感谢在春节期间辛苦执勤的警员同仁，立委黄世杰与中油服委会还有民间企业共同捐赠的瓶装鲜乳，合计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透过物流运输车抵达了大园分局。物流车抵达现场，人员赶紧清点并小心翼翼地搬下来放着。这里头装载着一瓶瓶的大瓶鲜乳，一共400多罐，全部是要发送给大园分局的员警，感谢在春节期间同仁坚守岗位辛苦执勤。我特别来感谢这个嘉义的绿营农场在媒合之下呢提供的这个鲜奶来做这个捐赠的物资。那我也提供给我们大园分局说，在新春期间辛苦维持治安的警察同仁以及呢很分送给我们邻近地区有需要的育幼院，让我们的警察同仁跟我们的
这个小朋友都可以得到最好的营养的补充。过年的时候，他们的产出啊，生产量其实每天都还是有固定的生产量。那过年期间，它的下游的厂商也在休息，所以说它就是多出来的牛奶需要做一个捐赠这样子。那我因为跟他，就是在过年之前有聊到，他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他。后来就是透过委员这边，希望因为刚好有多的牛奶，然后希望说可以做看哪些地方可以做捐赠。那委员这边就谈到说，那可以送给大园分局这样子。那除了大园分局之外，我们就是还有找一些育幼院来做一个捐赠。那总共大概是480瓶。立法委员黄世杰与中油服委会结合嘉义在地民间农场共同捐赠新鲜牛乳，因为春节过后物流调派资源有限，经过一番协调，终于能够将一瓶瓶的鲜乳抵达目的地。非常感谢我们黄世杰立委给我这个机会，还有我们中油福利委员会提供那么好的鲜奶，能够赠送到我们大园分局及这个杨梅分局还有各育幼院。我是利用华硕物流说国五董事长的车辆啊，因为他到南部去送货，顺便再回来，真的非常感谢华硕物流的赞助，让我就机会提供这样的冷冻车的服务。除了感谢辛苦员警，也会依照地方上的需求分配给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小小的一份心意也将会是最大的感谢与支持。记者林元峰大园采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台湾主要的家庭照顾者平均照顾 7.8 年，每天照顾时间长达了11个小时。长时间的照顾压力往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新竹市杜华神父社福基金会就长期帮助家庭照顾者，提供了艺术的治疗或者是喘息服务，希望让家庭照顾者可以得到外界的帮忙，不要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困难。其实，在四道人生对于我们来讲啊，是既甜蜜，然后又沉重，然后有时候也是有些残忍。那在面对分离的时候，我一定还会有那一种那些各种的负面情绪。可是我到时候我可以把这四道人生的这一个册子再拿出，这个纪念册再拿出来重新检视人生。我想我会更加的勇敢。林慧珍口中说的四道，指的就是道爱、道谢、道歉跟道别，把对亲人的爱跟想法及时说出口，不让说不出来的话留在心中成为遗憾。林慧珍是一名家庭主妇，不只要照顾家庭，更要照顾生病的婆婆、自己的母亲跟弟弟，沉重的照顾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我面对的不是金钱上的我可能跟婆婆长期相处，然后责任好像就是在我身上，还有就是说，妈妈已经没有儿子了，对，她也是，她将来，也是我的，我要负担的一部分，我要负责的一部分。那我觉得那个压力，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放不下生病的亲人，林慧珍努力奔波跟维持，把所有的担子往自己的身上扛，但她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三年前，她为婆婆申请了长照服务，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大概在三年前吧，我就申请了，我替我婆婆申请了长照服务，对，让我就是回娘家的时候，我在台北的时候，那我婆婆可以有人跟她送餐，她需要看医生的时候，有人陪伴她就医，陪伴她外出。新竹市杜华神父社会福利基金会执行长杨怡美指出，家庭照顾者的压力跟负荷沉重，从个人的身体健康、经济、家庭关系都容易陷入求助无门的困境。照顾本身的问题，他们还会衍生出许多的，比如经济，比如说他的生活平衡，以及他的工作是不是要持续等等。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专业社工能帮助他们，陪伴他们，能够在这照顾的路上，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来协助他们，让他们在照顾路上不孤单。庆幸的是，林慧珍的处境正在一点一滴的改变当中，艺术治疗抚慰了她的心，四道让她懂得说出心里的话，心情越放松，才有办法打起精神，继续支持一个家庭的完整。我觉得我真正的爱应该是要更勇敢的去做自己，我要像我阿嬷、我爸爸希望的，我过我想要过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
有时候多一点倾听，多一点留意，甚至是多一点的鸡婆也好，或许身边的人正在面对困难而束手无策，适时的帮助跟介入可能会成为改变一个人命运的转机。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教育局考量弱势学童因为家庭的因素无法在寒假期间供应学童用餐，特别规划在寒假期间请学校还有邻近的爱心店家或者是超商合作，提供了每天50元的爱心午餐。学童只要拿着学校发的餐券到指定的合作店家，都能兑换便当或者是等值的午餐。为了寒假期间持续提供午餐，照顾经济弱势的学童，依学校地区特性，让学童持餐券或以签名的方式到学校合作的商家领取餐点。其中与四大便利商店配合的就有136校，爱心商家的有29校，部分偏远学校一共46校，则是以物资方式让学童能带回去烹饪。小朋友用一个50元的餐券，他只要去超商这边登记一下，自己签个名，然后就可以这个每天在整个寒暑假都不间断有一顿这个很好的爱心午餐，又营养又丰富，能够满足他们生长发育的需要。这个我想都是教育局这个规划了很久的政策。慈文国小校长林佩娟表示，学校今年一共有16名学生申请寒假爱心午餐，学童只要持学校客制化50元餐券，就可以到学区内合作的 7-11 兑换午餐，有17种超值营养组合餐可以选择，但不可以购买零食。提供给我们弱势的孩子呢，有机会在寒暑假的时候能够不间断有一顿的温饱。然后就是弱势的孩子呢也选择这就近的超商，因为这个我们在市区当中啊 7 的布点比较多，所以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超商来让孩子可以取用。那这些孩子们呢就会用我们所制作的50块的这个餐券到超商来这边兑换，那我们提供了许多的组合，让孩子可以吃到营养，吃到健康，而且呢我们附带也让孩子学习品格教育，能够懂得感恩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餐食，那也做好我们的这个营养教育，那这都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善举呢，让孩子能够未来能够有感恩的心，也能够让他们餐食不间断，不予匮乏。为了持续照顾弱势学童，教局成立无力支付午餐捐款专户，接受民间团体以及各界爱心捐款，捐款户名为桃园市市库存款户，汇款时请注明午餐捐款专户字样就可以了。记者董宇飞桃园采访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社福团体的营运更加的雪上加霜。新竹家福中心就坦言，这2年在募款上就更困难了。但好在社会的爱心从来没有间断，近期就有许多的民众就转以捐赠物资的方式持续来支援，让弱势家庭能够在每个月获得1到2次的民生物资，度过疫情的寒冬。疫情肆虐下，百工百业受到影响，让平时就仰赖社会大众募款的社福单位更是咬紧牙根。新竹家福中心在这2年持续扮演失能家庭经济后盾的角色，除了加发奖助学金让孩子顺利完成学业外，也帮助家长取得更多的民生物资度过疫情寒冬。新竹家福中心指出，虽然近期在募款上比以往还要困难，但民众的爱心没有间断，而是转以物资形式持续支持弱势家庭。岁末年底的这个12月到现在1月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家福收到了非常多的生活物资，那包括米啊、油啊、盐啊，那这些罐头跟调味料，那还有更多的副食品。那这些其实在往年都会有一些社会团体或者是寺庙宗教团体在捐赠大批的，但是今天我们也有看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是属于个人或者是一小群人，那他们就是以一个多买一份的概念，然后就集合或者是个别的送到家福中心来。那我们在跟这些爱心的物资捐赠人在
了解他们的动机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就是我还生活还过得去，那我就想到有些人过不去，那我就多买了一份，那希望能够帮到他们。那也很谢谢我们社会上这么多的社会团体以及各爱心的个人，那透过大家集合或者是个别的方式，那提供各种不同的生活物资，能够来减缓我们家庭扶助家庭的这些生活上面的经济负担。大批物资叠得跟山一样高，家扶中心在收到物品后会先进行盘点以及整理，后续再依家庭需求来做分配，以一个月一到两次的频率来协助发放。那我们新竹呢，有大约分成在头前溪以北，然后新竹市跟在头前溪以南的竹东、大竹东地区哈，这三个区域，那我们就分配到三个区域的据点。那在这个临时的货物据点里面，我们会依据家庭人口数再把分量做一些细微的分配，然后通知家庭在固定的时段来领取。那在领取的时候呢，那我们会让家庭知道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捐赠团体的捐赠，那或者是他们今天会拿到什么样的一个物资。那同时对于一些家庭功能比较弱的家庭，我们也会指导他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民生物资。那因为我们的部分的家庭的家长的功能其实是很弱的，我们必须要透过直接指导孩子来使用这些物资。若民众还有意愿捐赠物资，新竹家扶中心评估需求后表示，目前民生物资在白米的部分还算足够，建议民众可以协助补充面、米粉、罐头、副食品以及年终大扫除的清洁用品部分。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为了服务55岁以上的银发族就业需求，在竹北成立了桃竹苗区银发人才资源中心，将从1月展开试营运，提供了55岁以上的银发族职涯的咨询服务、银发族就业促进课程，还有企业辅导服务等等的各项措施，让银发失业者或是退休者再创职涯第二春。为了服务55岁以上的银发族就业需求，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在竹北成立了桃竹苗区银发人才资源中心，1月份进行试营运，第二季正式开幕。桃竹苗辖区大概目前桃分署里面有三个主要就业中心，包括新竹、竹北跟苗栗三个就业中心。那今年1月3号开始呢，在竹北这个地方呢，就再成立一个银发人才资源中心。那主要的这个跟各中心的差别是，他们针对一般社会所有的一般民众呢，做就业上的服务。那我们的主要对象是针对中高龄者55岁以上的对象，做一些就业上的服务。位在竹北的银发人才资源中心，主要是针对55岁以上失业或者是退休的民众，提供就业、职务再设计等方案，协助中高龄民众重返职场。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台湾会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呢，55岁的一些民众，目前大概有两个处境，一个是65岁以上退休，然后呢，一个是55岁被资遣。那这些对象，在整个就业职场上都比较弱势，所以政府的政策在55岁以上的民众呢，特别要加以服务。中心不仅针对个人进行职能提升的方案，对于企业也提供辅导改善的方案，让企业内部就业环境适合银发人才的就业环境。那民众的部分的主要服务内容，可能就是因为面临中高龄者，假设他失业的话，他可能有一些可能一个体力上的限制，比如说眼力啦、视力啦，都会慢慢退化。那第二个是他自信心的问题、想法上的问题，都必须要我们银发中心去鼎力跟他协助。比如说在职场上要跟他做一些职务再设计，或者是提供职涯咨询。对厂商的服务，大概另外还有一个很重大目的，就是我们会成立一个企业辅导团。那企业辅导团呢，会培养有一些很专精的我们专家委员，会提供给厂商不同人力的解决方案、职务再设计的方案。所以企业辅导团进驻之后，让我们的友善企业厂商逐渐的增加，然后呢，增加对中高龄者的雇用的相关的可能，让雇用者愿意雇用，让我们的中高龄者能够很顺利的被录用。
想要进一步了解中高龄或者是高龄者就业训练措施的民众，可以上桃竹苗分署的网站，或者是洽询桃竹苗区银发人才资源中心。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随着中壢青埔地区的发展，中壢以及内壢地区车潮的增加，为了舒缓中壢还有青埔地区交通用色问题，中丰交流道经历了长时间的研议还有规划，进行凯壁交流道工程，预计115年就会完工。第一期计划会新增北上南出匝道口。为了舒缓青埔地区以及中壢市区的交通车潮，中央与地方共同协调下决定开设中丰交流道，一共分为两阶段完工通车。第一阶段会新增北上南出的匝道口，连接五羊高架桥，预计在115年完工。今天这个中丰交流道的开工，真的对于我们桃园来讲，是我们中壢地区、青埔地区大家期盼已久的，也非常感谢过去我们两位立委多方的支持，我们议会很多议员朋友，还有议长，我们议员朋友，还有里长，很多在地的配合，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交通部跟我们交通局啊，在经费上面，在这个招标过程支持。我想我们市政府也好，我们市议会也好，在未来的施工期间，各种配合也会全力以赴。中丰交流道下来会衔接中丰北路，是中壢区的交通要道，也是集结 A21 站的附近，是连接中壢与青埔高铁的重要道路。除了交流道新建工程，也会包括主线拓宽的配合改善工程，解决车流汇入交织的问题。然后市府跟中央部会这边有做过相关一个集结协调，把它这个整个改善的计划缩小以后，导致它的那个用地费跟着缩小。那这个计划最主要第一期的部分，它会先增设一个北上的匝道跟两支南出的一个匝道。那这第一期的工程预计会在114年底完成。那第二期的南路的匝道，它会并入在五羊头份拓宽工程里面一并处理。那这个第二期的工程完工以后，它可以疏解中壢往返青埔地区的一个交通，有助达到一个分散的一个效果。交通局也说明，后续会在第二节工程新增南上匝道口，完善整个路网，进一步会提升民众通勤问题。记者林瑞峰、钟立成报道。以上是本周的桃竹新闻，感谢你和我一起关心，我是刘淑芬，我们下次见。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竞品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可获得奖金10000元。支持竞品专案，全力扫荡非法 OTT 机上盒。专业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络犯罪。购买盗版盒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竞品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可获得奖金10000元。支持竞品专案，全力扫荡非法 OTT 机上盒。专业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络犯罪。